欢迎大家来到小达老师的课堂。那么之所以小达老师今天用一个非常古典舞的形式开始我的开场，是因为小达老师小学春季班的第一第二讲内容就是和大家一起回顾我们古代的文学常识。没错，也就是让我们跟着小达老师一起来回顾一下我们曾经学过的那些著名的诗人、著名的诗篇，来感受一下他们别具一格的、非常独立的、在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特色的这种文学特点。OK， 当然小达老师会带着大家贯穿整个历史长河，从先秦一直到明清，从中国一直到国外进行分享和复习，也希望能够让今天的课程和大家有更好的接触，同时让大家更好的进行一次系统全面的梳理过程。那么今天的课程马上就开始了，准备好，让我们一起来穿越古代。 OK， 今天让大家跟着小达老师一起来进行一下我们文学常识的部分的梳理。那么其中我们要知道的是包括中国古代以及当代以及外国的一些作品以作家的一些基本常识，中外作家作品大梳理，包括我们的必备文学常识的概览，希望能够通过小达老师和大家的一起梳理，能够记忆更加深刻，从容的应对考试。 OK， 那么小达老师在讲文学常识作者名篇的时候，我会沿照一个历史的脉络，那么这既是我们中国历史发展的一种序列，同时也是我们中国文学史发展的一个序列，对吧？我会从先秦一直到明清，那么根据这样一个非常熟悉详尽的脉络，告诉大家，哎，在我们这一个阶段我们需要掌握的一些基本常识，好吗？那么我们先就从先秦文学开始啊。先秦文学就是秦代之前的，我们来看看。首先从题材上看呢，先秦文学的主要成就在于诗歌和散文，诗歌和散文。那么通过周代的诗三百，这是我们脑海中非常清楚的一个概念，对不对？同时包括战国时期的什么 OK 屈原的一些作品，离骚啊、天论等等等等，那么这两个是需要我们在这个阶段详细记住的。那么散文的主要成就在于两点，第一个是叙事性的散文，也就是说叙事文，第二个是说明说理文。叙事性的散文就是通过对一些历史以及事件的一些讲述，比如说尚书、春秋以及战国策。那么说理性的就跟我们比较亲，那么我们可能会背的比较多，包括我们的什么呀，儒家的经典，对不对？论语、孟子等等等等。所以说在这个地方，诗歌和散文是在这一阶段文学发展程度比较高的两个。好，我们来看看具体看看诗三百，哎，我们亲切的诗三百是什么样子的。它是我国什么呀，大家都知道，第一部诗歌总集，简称为诗，我们习称为什么呀，诗经。那么它收录了从西周中期、西周初年到春秋中期的，大概从公元前1100到公元前600这样500年的时间的诗歌，一共多少篇呢？305篇，305首诗歌。那么通过这个其中的分音乐成音乐，按音乐的不同呢，分为风、雅、颂三种类别。那么具体看看它对我国的诗歌以后的路有哪些影响。首先它奠定了中国诗歌史现实主义的一种传统，也就是说它是我国诗歌现实主义的一个什么呀，鼻祖，是一个开端。那么它和我们后面要讲到的屈原的离骚不同，它是属于浪漫主义风格。那么诗三百确立了中国诗歌抒情言志的基本品格。那么为什么我们拿到唐诗、拿到宋词会讲到，哎，这个人是什么呀，啊，是愤懑的啊，他是悲痛的，怎么怎么样。那么他们这种抒情的这种习惯从哪里来？当然从我们第一部诗歌总集来，对不对？那么诗三百同时奠定了由中国特色的，对不对，诗歌创作方法，比如说赋比兴这种包括我们可以说是修辞方法也好，创作方法也好，它会采用这种方法，也是我们后代经常会使用到的诗歌创作方法，对不对？都从这里来。
那么所以诗三百非常非常重要。 OK， 我们继续看，看到这个人大家就可以想到哦要说谁了，没错，屈原。屈原作为战国时期的一个楚国的政治家，也包括当然他是一个作家，那么我国历史上第一位什么呀，爱国诗人，同时也是第一位浪漫主义诗人。那么他的作品经常富有非常奇丽的一种想象，所以说他开创了什么呀，楚辞新诗体，被列为世界文化名人。那么他基本上呢是通过他自己的这种怀才不遇、受人排挤等这种人生悲剧，以及对国家的一种失望这样情绪来展开的，经常会采用哦，我要跟通过自己的想象，我要跟天对话，我要跟地对话等等等等这种形式来创作作品。那么包括《离骚》《天问》《九歌》《九章》和《招魂》等等等等，所以说这些基本信息需要大家掌握。好，我们来继续看看，那么这两个在放在一起又有怎样的一个效果呢？那么刘向写成的《楚辞》一书就是以屈原的作品为主，是因为他的作品中含有非常非常鲜明的楚地的风格，对不对？所以说他叫做《楚辞》。那么同时他也被他的这种诗体呢也被叫做骚体，那么它和诗经的国风合称为风骚，那么也是我们对文学的一种代称，这个要记住。风骚，风指的是诗经中的国风篇，我们刚刚不是说风雅颂吗，对不对？骚是指的屈原的离骚，要记住。所以说其实屈原的诗非常非常的好认，因为它中间有很明显的一个兮，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对吧？所以说他的诗歌是很好，很有这种韵律美的。 OK， 我们来看看继续，在这一阶段我们还需要掌握什么呢？首先左丘明作为一个鲁国的史官，他的主要作品为什么？我们刚才说到了一个左传，叙事文的文体，对不对？那么又称为左氏春秋。左传是我国第一部叙事详备的什么编年体史书，编年体史书它作为第一部非常非常的重要。好，我们来继续看战国策一共33篇，它和编年体史书不一样，它是按照国别来写的国别体史书。那么历史散文主要是记载了这些谋臣啊，这些游士他们相互讨论出来的这种政治策略，对吧？政治见解和斗争策略非常非常的宝贵，也是历代兵家必看之书，对不对？ OK， 好，我们继续看一下战国策最鲜明的特色，小达老师在这儿给大家补充一下，是善于用比喻和寓言来达意，那么又非常善于叙事，常常是叙小事而说大道理，对不对？所以说我们在以后的课文中，甚至是我们在阅读文言文的这种答题的过程中，可能就会碰到战国策里的文章。 OK， 好，我们来继续看一下，那么下面就要讲到了我们几个非常熟悉的子子子，对不对？好，孔子肯定要先说的，名丘，字什么？仲尼，鲁国人，中国古代最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儒家学派的一个创始人。那么他的言行以及他弟子的部分言行，成为一部语录体的散文著作《论语》。对，那么主要记载了孔子及其孔门弟子，比如说曾子，对吧？子夏、游子等人的言行。好，子游吧。OK， 孟子，名轲，名轲，字子羽。孟子是先秦第二位什么呀？儒学大师，习惯称孔子为至圣，而孟子是亚圣，对不对？那么做孟子七篇，孟子七篇，这个我们以后的课文中肯定也会涉及到。好，我们继续看，还有一个人物需要了解，列子。那么列子他是属于什么呀？道家。那么他主要作品为《列子》，又名《冲虚真经》，是诸子哲理散文。愚公移山，大家知道吧？愚公移山就出自这个里面。好，我们继续看。那么需要了解庄子，哎呦，庄子是一个非常非常浪漫以及很有神奇色彩的一个人，名周，那么也是道家的一个代表人物，要记住啊。他主要作品为庄子，又名南华经，现存33篇，也是属于哲理散文，所以刚才老师已经强调了，他有非常浓厚的浪漫主义色彩和什么呀，
刚刚讲的屈原有点类似，对后世文学有很大的影响啊。我们甚至在高中的课本中都会学到他怎么样，《逍遥游》等等等等，对不对？好，我们来继续看，荀子名况，尊称为卿，主要作品为《荀子》，其中《劝学篇》《篇论》等具有代表性。OK， 另作《赋篇》，对汉赋的兴起，我们等会会讲到汉赋的兴起非常有作用。荀子，其实荀子和孟子有非常大的一个相对立的一个理念。孟子认为人天生是什么呀？善的。荀子呢，认为人天生是恶的。所以说这个是我们以后学到别的包括历史的时候可能会讲到的一个哲学理念的一些问题。好，那么韩非子啊，法家的集大成者，那么主要作品为韩非子，那么其中我们熟悉的扁鹊见蔡桓公会出自这里，那么它也是属于哲理散文。我们继续看吕不韦，哎呦，吕不韦形象，那么集合门客，他和他的门客呢一起编撰了《吕氏春秋》，一共有什么呀？160篇，又叫做《吕览》，其中有很多很多非常著名的文章，那么也是包括这种哲理散文，它是属于杂家的代表。